众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台艺大戏剧系日间部百八级班级展演楼梯上。我负责这个小镇的收电费工作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收电费的。那关于这出戏呢，是围绕了四个家庭长达30年的爱恨情仇。在这个薄薄的墙、小小的楼梯间，每个家庭的所有事情大家都一清二楚。我就来跟你们说说我所看到这些家庭的大小事吧。首先是一号门，里面住了高利奥一家人，就是有高利奥、赫内罗莎和他们小孩贝德罗和卡米拉。虽然里面住了四个人呢、但大部分都是赫内罗莎出来缴电费，偶尔也会是他们家那个漂亮女儿卡米拉。至于高利奥先生，我就没什么印象了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家算是蛮贴心的，都不用催，早早就在门外等。只是常看着电费单那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看了就觉得可怜。也是啊，听说他们家那个贝德罗又不赚钱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我看啊，以他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啦。接着就是这个二号门啦，里面住了马努尔先生跟他那个漂亮的女儿艾维拉。他们家比其他家有钱一点，马努尔先生甚至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处。那说到这个艾维拉，非常喜欢跟他爸爸撒娇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也因为这样，他被宠成一个骄纵的小女孩。不过至少还算是有礼貌，他们家从来不拖电费的，每次艾维拉总是爽快的付钱，脸上也不会有丝毫的不舍啊。不愧是这几户人家里面最有钱的。再来就是三号门，这是最多人的家庭，总共有五个人。听说只有爸爸胡安跟大哥网络还在工作，小妹罗莎跟刚刚提到那个贝德罗两个人整天就在到处玩。不过他们家的电费还算节省，我想应该是多亏他们家一个对金钱超级敏感的妈妈帕卡。说到这个人呢、我就不得不讲一下，每次一收钱就会听到他大肆的在抱怨。刚开始我会觉得很不耐烦了，我是个公务人员，你骂我有什么用？但后来习惯之后，觉得其实看他生气还是蛮有趣的。啊，对，差点忘记他们家还有个女儿叫特利尼。每次收完钱，帕卡在那边碎碎念的时候，还好有特利尼会出来帮我安抚他，不然真的不知道帕卡又要念到什么时候了。感觉他们家就母女俩感情最好了。最后就是这个四号门了，是我觉得最麻烦的。他们家的爸爸最近好像刚去世，剩下妈妈伊玛太太跟儿子费南多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家的人似乎都有点自以为是。每次我去他们家收电费的时候，要不就是给我假装不在家，不然就是有一大堆的理由说他们怎么了怎么了。每次都害我超时工作又要被老板骂，啊，缴不出电费还给我一大堆的理由，我真是说什么他家妈宝儿子有什么伟大的人生目标。结果还不是常听人家说他儿子没有去上班，有可能他现在今天也在家里没上班啊。有这样的儿子，我也觉得很心酸了、啊。才怪，关我什么事？反正今天最好是不要再拖到我的下班时间了。讲那么多你们也记不住了、我现在刚好要去收钱，你们就自己看。看好了，各位，我只示范一次。收电费，收电费，收电费了。你好。电费2.65元。天哪！你等我一下，这边来吗？好。帕卡。嘿，喂，罗莎。电费4.1元。好，谢谢。天哪！越快，这是要怎么活下去啊？够了，真是够了！你们除了涨价之外，还会干点别的事情吗？电力公司简直就是一群强盗啊！你们怎么还有脸吸我们的血啊？你还给我笑？太太，我没笑啊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早安。电费6.25元。稍等我一下哦。
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想。对付你们这种人，就应该像我儿子瓦诺讲的一样，把你们从楼梯上扔下去。看看你太太，不乱伤人啊。我乱伤人？我乱伤的不是人，是畜生。所以，您到底付不付钱？我有事。好，好，你们就只会欺负这些老百姓而已。要不然的话，姨妈太太，姨妈太太，您好。电费3.2元。好，请稍等一下，我去拿。好。明明物价就没有涨，电费在涨。给你啊。很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我就祝你等下下楼梯的时候走好运。再见。给您4毛、5毛、6毛，还有5分，这样对吧？好的，刚刚好。爸比，爸比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来啦！真不好意思哦，刚刚我出去买了点东西，现在我儿子又不在家，所以早安。你好，马努尔先生。你好，艾文拉。你好，伊玛太太。对不起，太太，我还有事。好好，我不是和您说了，我现在真的刚好不太方便，你可以等等再来吗？您看看您太太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哎，你还记得你上……我上次怎么了？每个月您都这样，每个月我也都跟你说，我其他时间没有办法来，我总不能替您掏腰包吧？要是你现在没办法付钱的话，我就只好把你断电。那这只是刚好而已啊，是因为我儿子不在家，而且我刚刚买的东西……你不要找借口了，你能花钱摆出一副贵妇的架子，却不愿意付这点电费。我要把你断电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你不要这样。我保证我一定可以付出电费。爸，爸，不然要不要跟邻居借一下啊？让我来吧，伊玛太太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不必了，马努尔先生。啊，这没什么，你有钱的时候再还给我就行了。今天下午我就还给您。不急，喏，给您。好的，刚刚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真是太谢谢您了，我今天下午就还给您，真的。啊、干嘛这么客气？不用，拿您的收据。爸，爸、哦、对了。费南多最近怎么样？都在干些什么？我儿子啊，他在文具店上班，但他不太满意那里的薪水实在是太低了。也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才这么说的，他真的很能干，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。像我知道他想当绘图员，想当工程师，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了。而且啊，他很爱看书，常常躺在床上考虑他的计划。他也常写文章、写诗，他文笔真的非常非常美。我叫他有空一定替艾维拉也写一写。真的吗，太太？真是太感谢你。千万别叫他这么做，太太。你当然值得赞美了，孩子。不是因为您在这里我才这样说的。你真的越长越漂亮了，真像一朵鲜花。不晓得谁有机会采下这朵花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您别说了，会把他捧坏的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替我向费南多问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非常谢谢你们，再见。爸比，我真是太爱你了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又在撒娇，哎，我真是太傻了，你说什么我都照做。
这怎么会是傻呢？你看穷人家他们那么可怜，伊玛太太他们真的很辛苦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的目标啊是那个没头没脑的费南多。爸，他才不是没头没脑的人。如果你有听过他说话，你就会知道他的口才有多好，学问有多好。就是没头没脑，他只会空谈，还没钱。你听我的，女儿，你应该选择更好的。爸，我不准这样说他，他肯定会成功的。没有钱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有钱人做你的女婿啊？你这孩子。爸。爸，你听我说一下，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大忙。哎，我的女儿，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？但是我爱你啊，爸比，这比什么都还要重要，对吧？这个忙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只要看。不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什么事？很简单，爸比，你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钱的女婿，而是一个有上进心、能把工作做好的年轻人。那么你就应该把费南多从那个破旧的文具店里面救出来啊，把他带到你的部门去上班，给他一个好薪水，可以吗？维拉，老实说，如果费南多他其实不想呢。另外，不听。艾维拉，我不听，我不听啦。艾维拉，艾维拉，不要闹喽！我是你爸。我说了，我不听。转过来。哎。我知道那个费南多把你们这些小女孩都迷倒了，就因为他是这栋房子里最帅的，但我不信任他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他根本就不喜欢你的话，爸比，爸，你只要帮忙就好了，他喜不喜欢我自己会想办法。艾维拉，爸比，好好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记得是买红葡萄酒。好，你知道你爸最讨厌喝白葡萄酒了。好。你好啊，太玲玲。哦 ，Hello， 喝里龙虾太太。天哪，你在抽烟吗？快丢掉，快丢掉！孩子，别抽烟了，好啦。你也要去买东西吗？哦，对，顺便要去牛奶店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哦，好。卡米拉呢？哦，我家女儿，她在整理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听我妈说电费涨价了。哎，孩子别提了，因为电费涨价连马铃薯都买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别难过啦。哎，对，我想到一件事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听说啊，今天伊玛太太又没钱付电费了。哦，真的哦？我妈亲耳告诉我的，她说是马努尔先生帮她付的，因为艾维拉花痴一样喜欢费南多。费南多那懒惰鬼倒是蛮讨人喜欢呢。不是，我在说艾维拉，艾维拉就是个小狐狸精啊。她不过是只是一个任性的小女孩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她就是个小狐狸精。
我们边走边讲吧。妈，你忘记带牛奶瓶了。妈，妈，卡米拉，卡米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所以你现在是在生气吗？我没有。文具店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啊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去？没去就是没去嘛。我告诉你，艾维的他爸今天替我们付了电费，我们家已经没有钱可以再付电费了。你怎么？我知道，你已经跟我说过很多遍了吗？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下？费南多，烦死！你一直提醒我们家有多穷，有多穷。你是很开心是不是啊，妈？费南多，妈，你先进去。妈，你进去。我现在就只想要一个人待在外面，行不行啊？妈，你进去。拜托你了，进去。好好，我进去，我进去。在干嘛？是瓦诺啊，没干嘛。心情不好？没有。好了，抽一根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可以知道吗？没什么了，和平常一样。我对这一切都受不了了。这我早就知道了，还以为你又出了什么事呢。你可以笑，但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没办法忍受下去了。说这些干嘛？你们工厂最近怎么样啊？哎，事情可多嘞。自从上次铁工厂罢工之后啊，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加入工会了。什么时候你们店员也要跟我们一样一起组工会啊？我对这些事没兴趣，你知道。哦，那是你太蠢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读了那么多书干嘛哎。那我倒问问你，你们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到底有什么用？费南多，你已经很惨了，更惨的是你还一无所知。来，让我告诉你，像我们这些穷鬼啊，如果不互相帮助，永远也改善不了生活。这就是工会，懂吗？团结就是我们的口号。只要你理解自己不过就是个小劳工，那么你也会加入的。可惜你自认是一个贵族哦。我可什么也没认为啊，我只是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环境，你知道吗？改变，离开现在生活的烂泥坑。所以别人就让他去死吗？别人的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会为了他人卖命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这些参加工会的、啊、就是不愿意改变，但这不是我的路哦。我愿意改变，而且我一个人就行的。我可以笑吗？要笑你就笑啊。听着，如果要像你说的那样自己一个人干，那你就要每天在文具店里干十几个小时。而且永远不能翘班。如果像你今天这样胡乱翘班，被老板发现扣了薪水的话，怎么知道我没去上班啊？看你的脸就知道了。你不要打断我。如果要像你说的那样自己一个人干，那你就要下班后要打各式各样的杂，每天到凌晨三点才能睡觉啊，然后省吃俭用的过日子，就不能整天躺着作诗，想东想西的了。你过不起这种日子的。那我们就走着瞧，就从明天开始。怎么又是从明天开始？为什么不是从昨天或是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呢？因为你办不到，因为你就只会做白日梦，而且还是个懒鬼。哎，等一下，费南多，
我是作为你的朋友才这样说的，你别生气啊。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？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十年过后会再找你的瓦诺。到那个时候啊，看谁更有成就，是你和你的工会，还是我和我的计划？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出人头地，但是你也不会。如果我能成功，我看大家应该都能吧。但是十年之后最有可能的，就是我们还在这个楼梯，也还在这个地方抽烟。我不会只有这样的，也许十年还太短。怎么，你好像很没有信心哦？才没有这回事，瓦诺。我只是害怕时间，它让我受太多罪了。你自己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，感觉就像昨天，你跟我都还是小孩哦。我们就窝在这里，开始偷偷抽烟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就长大了。每天被不理解我们的父母包围，还有那些邻居啊，他们整天都只知道议论着别人。我们经历忍受屈辱，是为了能付房租啊，付电费，能买点马铃薯。如果十年过后日子还是那样，那就太可怕了。还是在这样同一座楼梯上，要在电表上动点手脚，什么工作也不想做，一天一天的混吃等死，这种日子。我看还是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了。那你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还是得找点事情做。你还是想自己干？自己干？就一个人？就一个人。好。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尽管你不相信，可是我们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不可能一直单打独斗下去。你还想跟我讲什么工会的吗？哦，不不不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如果你真的要奋斗，为了不要太泄气，你需要……需要什么？一个女人。瓦诺，这你不用太担心啊！哎，你知道我是一个……我知道你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好男人，但就是这一点害了你，因为你太好了。你必须要做到的是断了这些关系，真正的爱一个就好。哎，我们好久没聊这件事了。以前只要我喜欢或你喜欢上某个女生，我马上就会告诉对方的。怎样？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？大概有吧。该不会是我妹吧？你妹？你说哪一个？特利尼？怎么可能会是她？那罗莎就更看不上咯。我根本看不上罗莎的。我是觉得赫内罗莎太太家的女儿应该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吧？是她吗？卡米拉？不是，不是。好了，那我不猜了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来跟我说吧。再见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哦。哎，有人回来了。是我妹。嗨。嗨，小罗莎。你逛完大街回来啦？谁跟你逛大街啊？再说，这关你什么事？你如果再这种态度的话，我一定把那个混账贝德罗的牙齿全部打断哦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啊？我看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牙齿保护好再说吧。哎哎哎，你
演得真不错哦。进去，臭小鬼，等下就让你笑出来。你进去，不要管我，你没有权利这样对我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权利？没有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。谁把你养大的？你说谁把你养大的？进去，臭丫头，进去，进去！不要乱骂人！你这个无赖！如果你再让我看到你跟我女儿在一起的话，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不用这样子吧，帕卡，嗯，干嘛？滚！哦，滚出我的视线！好，好，好，好了啦，瓦诺，瓦诺，瓦诺，你冷静点。瓦诺，我给他一点教训。他没做什么事，不是吗？行了，你瓦诺，你瓦诺，你冷静一点，放手。他对我妈好了，瓦诺，我给瓦诺教训。瓦诺，你冷静一下。臭瓦诺，你看他干嘛？想要两个打一个是不是啊？还有贝德罗，啊，我不管这事，这不关我的事的。瓦诺，这是我的事。关你想要怎么样嘛，哈？啊？瓦诺，我只是要跟你说，如果我那笨蛋妹妹不了解你，我可清楚的很。她不相信是你逼着你的前女友们去卖身来养你，我可知道这是真的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和我妹在一起，我发誓，我会把你从楼梯上扔下去。你可以滚，我他妈想走就走，不用你滚。妈，小王八蛋，我早想扁你很久。好，我贝德罗，贝德罗，贝德罗，你就先别生气了，你还是先走吧。他妈的，最好是这样子，嗯，给我安分一点。闹钟，你他妈说什么啊？喂，小红八糕，你还毛都还没长成功干架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早想挨扁你一顿了。你这，我告诉你，我终有一天会教训你一顿，然后告诉你什么叫他妈的真男人啊！啊，听到没有？哦，我真的不懂哎，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爱跟别人起冲突啊？要你管哦！你对那个不要脸那么客气，我看了都觉得恶心。我只是宁愿客气一点，我也不愿意对他说那些我办不到的事。你现在是说我办不到？你可以办到什么，瓦诺？你难道真的可以把人家从楼梯上扔下去啊？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不会伤害别人的人。好，不知道是怎样，我们每次都会吵架。我要先去吃饭了，再见。再见，亲爱的工会主义者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饿不饿？饿死了。你好，费南多。您好，马努尔先生。刚下班吗？是的，我刚下班。爸，爸。那个小伙子，有天我想找你讲点事。我最近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时间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好，那就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说吧。替我向你妈问好，再见。我会替你转达的，再见。再见，爸，爸，你不要生气了，爸。您好。啊，你好啊，孩子。你想吃点什么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你们家留着慢慢吃就好。我来帮你拿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
对了，最近高利奥先生还好吗？哦，我老公啊，他过得非常不好诶，孩子。人家因为他年纪大，就把他开除了。就像他说的，一个人拼了命开了50年的电车又有什么用？最后人家还是给他赶出来了。如果能给他一个充足的退休金就算了。但是少得可怜，太少了。而我家那个贝德罗呢？我家那个臭儿子，没人帮他走上正道。我真的不知道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你说的对，还好啊，还好卡蜜拉她是一个卡蜜拉，我家女儿，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快乐。他很孝顺，又很有上进心。嗯，如果贝德罗能像他那样就好了。我们就先别聊这个了吧。对了，刚才卡米拉好像在急着找您哦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刚刚去牛奶店忘记带牛奶瓶了。不过他马上好像就要回来了。哦，对，他应该等一下就会回来。真的吗？我要先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先还你。好，谢谢你，孩子。再见哦。不会。再见。再见。费南多。Hello。你今天有没有空啊？我想请你陪我去买一本书。我是要送人家一件礼物啦。我想你一定能帮我挑到一本适合的。我不知道我行不行哎。你试试看嘛。求求你了，没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我明天就要给别人的。就算你这样说，我还是没有办法。费南多。好，我老实点告诉你，我根本不想帮你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哎，你起码看我一眼吧。我想看我一眼，应该不会费你多大的力气吧？嗯？艾维拉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？或是你根本故意不想听我说话？艾维拉，我现在就只想要一个人待在这里，好吗？你，喂，艾维拉，还给我！不要，除非你陪我去买书。艾维拉，你不要闹了，还我！艾维拉，还给我！艾维拉，艾维拉，还我！你这朵花是要送给谁的？这也不关你的事吧。哎，你费南多，费南多，好啦，对不起，还你啦。新拆了一朵了，不用那一朵。你。你倒是很会践踏别人对你的好意嘛，利用我对你的好感，知道我不会对你怎样，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做不到哦。你给我讲话讲清楚。你就继续自以为是啊，继续看不起那些爱你、愿意帮助你和已经帮助过你的人。要忘记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嘛。你居然敢对我说出这种话，我真的受不了你了。很抱歉，我承受不起你的恩惠，一直受不了你那些愚蠢的行为啊！你赶紧走开，走开啊！费南多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你原谅我吧。你给我走开！走。
好啊，帕卡。哎，罗莎，能不能跟你接一点眼啊？哦，可以啊。你要细眼还是粗眼啊？粗的，我要煮菜用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这个给你。哦，好。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好。我只要一点就行了。好。艾文啊，艾文啊，虽然说费南都很帅，但哎，算了算了。帕卡。哎。给你。哦，好好好。你这个月电费多少钱呢？啊，2.6元，而且这是我少用电之后呢，他们根本在乱来，从来没有低于2元过。你就别抱怨了，我还付了4.1元呢。4.1元？可是你们人比我们多，房间也比我们多嘛。哎，那又怎么样？哎，我的房间可是从来不开灯的。我跟胡安都满是黑黑的睡觉，哎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也没什么好看的啦，哎。哦，天哪，我的上帝，竟然有！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还是我说错什么话？看看你这张嘴，哎，我伸这张嘴啊，就是要拿来用的，不然要干嘛？但是为了说好话用的。但我是不是也没有骂人？对，不过我觉得你应该要……哎呀，赫雷罗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胆子太小，很多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但你连小声议论都不敢。不，上帝原谅我吧，我议论的已经够多了。哎，这才是生活的乐趣嘛。顺便一提啊，你知道马努尔先生又替伊玛太太付钱了吗？我听特丽尼讲了。好样的特丽尼，他就不应该到处乱讲话的。是艾维拉让他父亲帮他付的啊，但也不是第一次帮他们这种忙了呀。其实是伊玛太太造成的。伊玛太太是他哦？对呀，我演给你看啊，等等啊，你看。哦，好。收款员先生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今天真的不能付钱。早上好，马努尔先生。啊，不能付钱。艾维拉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天哪，这不就摆明着厚脸皮要钱吗？啊，我的，也许可能是他自己要这样的，就是艾维拉他们。咋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啊，你看他这样啊，一个月啊只领75元养老金的女人，还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，你说他能怎么办？哎，费南多有在工作的，他有在工作，哎，他赚多少？出去买个东西、吃个饭、缴个房租，还能剩多少？还要扣他薪水呢，哎，说不定要从那个，把他从那个文具店给赶出来哦。啊，可怜的孩子，为什么要赶他？因为他总是不去工作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想要，计算计那个艾维拉他父亲的钱。但也许是艾维拉他自己想要。我告诉你，哎。赫雷罗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小子真的很有能力让别人喜欢他。
哎，但是他长得那么帅，我也不否认啦。哎，嗯，高瑞奥先生怎么样啊？我老公啊，那可怜的人，因为年纪到了，就把他赶出来了。就像他说的，一个人拼了命开了50年的电车又有什么用？最后还是也要这样开除了。哎，帕卡，你懂的、啊。我真的不知道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嘞。除了受罪还是受罪啊，真是受够了。对，没错。好了，我先回去煮饭。好好好，你赶快过去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最后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卡米拉，让我走。不要，卡米拉，你一直躲着我，你这次该听我说了。费南多，请你让我过去。小时候你叫我亲爱的，现在为什么不用那个来叫我啊？你不记得了吗？那个时候我是你的新郎啊，你是我的新娘，我们玩累了就坐在这休息，休息够了就继续玩结婚游戏的。你别说了。那个时候你叫我亲爱的，你爱我。我那时候还小，我现在已经都忘了。你那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，但你现在仍然是。你不会忘记的，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。那段日子啊，是在我贫困生活中所保留的唯一美好回忆了。我现在只想要告诉你啊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原来的那个样子。你不要再开我玩笑了。我没有，我发誓。那些被你牵过手、被你吻过的女生呢？我明白你不相信我，但我是一个男人哎，这很难解释清楚的、啊。但我对你不一样，我之所以没有亲你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是因为我爱你。我过去爱你，我现在还是爱着你。我不相信你，卡米拉，我求你别走，你必须听我说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还记得那次的舞会吗？卡米拉，你那天真的穿得很漂亮。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舞会啊，我那时候还准备了好久哎。你准备那么久都是为了我吗？不然还会是为了谁啊？谁知道，可能是瓦诺，可能是贝南多。你不要再开玩笑了。我没有，我发誓。卡米拉，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这种穷困的生活简直让人窒息。所以啊，我需要你来安慰我，需要你来支持我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没办法活下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求艾维拉？卡米拉，你是爱我的对吧？你是爱我的对吧，卡米拉？我的卡米拉。那艾维拉呢？我恨他，他只想用他的钱来胁迫我。我讨厌他，根本不想见到他。我也是。那换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觉得瓦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、啊？是个好人，而且非常的喜欢我。傻瓜，从明天开始啊，我要为了你努力的工作，带你离开这里这个肮脏的环境。
永远远离那些邻居的闲话和争吵，彻底结束这些烦恼。那些令人难堪的小恩惠，还有父母粗暴的控制和不合理的爱。费南多，对，我要让这一切都结束，然后你会帮助我的，对吧？来，卡米拉，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想做，你知道吗？好多，你听我说啊。首先，我要成为一名绘图师，这应该一年就够了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会赚好多的钱。之后再学着当个施工技师，学个三年吧。这样四年过后，我就会成为建筑师们抢着雇佣的技师了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会赚好多的钱。然后，你就会是我的妻子了。然后我会带你一起离开的，搬到一个安静整洁的房子里面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还要继续学习的。谁知道我当个工程师，这两件事根本互不妨碍啊。对了，你喜欢诗集对吧？那我还要再出版一本书，这本书一定能取得成功的。那我们会是多么的幸福啊！卡米拉，我爱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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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十年吗？发生的事可多啦。隔壁的费南多啊，跟艾维拉结婚了，还生了一个儿子。你没听错，是艾维拉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定是那个狐狸精把人抢走的。费南多本来跟卡蜜拉是一对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卡蜜拉是个好女孩，费南多才配不上她。好啦，可能是我自己偏心，想要卡蜜拉嫁给我儿子瓦诺。说到我那个儿子啊，工会什么的他倒是很积极，追一个女生追了这么久啊，都不敢开口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可是这栋楼里面消息最灵通的。我最近啊，克雷罗莎他们一家，进去吗？游泳，进去干嘛？我这辈子见过的灵车够多了，只不过现在轮到高丽奥，真不晓得他这十年是怎么活的，退休后就没过过好日子了。我们都会有这一天的。爸，你不要这样说。但这是事实啊，孩子。别想这么多了。就会到。别想这么多了，你身体不是还这么好吗？才没有，只是看起来好而已。老实说，我全身都在痛啊。
恭喜我的罗莎跟那个混蛋贝德罗结婚，这就要我的命。没事的吧，罗莎，她过得蛮好的。蛮好。费南多家呢？他们一点表示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好啊，老邻居死了，一点表示也没有。老朋友，我们再也不能一起打牌了。爸，我们回去吧。就是那么母女了，而且还有一个混账儿子。不要再说了。我想我也快到时候了。不要再哭了，现在是要活下去，继续活下去。我没办法活了。你要振作啊，人生还长得很。我的高丽明明是这么善良的人啊。人总有一天都会死的嘛。我的高丽啊。好啦，我们回去收拾一下房间，我现在要特丽妮去买菜煮午餐啊。特丽妮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我觉得我也快死了。啊！谁又想死啦？我只要在死前把女儿嫁给一个好男人。那你就更不应该死了。我活着有什么理由？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为了抱孙子啊，亲爱的，你不想要抱孙子吗？我的高丽啊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胡安，你进来吗？我等一下再过去了。来了，罗莎，节哀顺变。喂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的身体啊，我家卡米拉要怎么办呢？帕卡，我家女儿要怎么办呢？好啦好啦，没事的没事的，我们进去吧，啊，走了。我跟卡蜜拉哦，就那个样子吗？我们没什么了，真的没什么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在聊你啊，我的老婆。聊什么？这两天很温柔吗？很温啊！前几年的时候啊，当时我妈刚过生那段日子，我过得超沮丧。当时啊，就是。阿文来陪在我身边，一直支持我跟陪伴我，所以我们就自然找到现在这样了。我们家真的很幸福快乐，但就是偶尔，他的睫毛掉进我的晚餐里面。我哪有？我们结婚就三年对吧？嗯，差不多。这是我们的小孩迪亚哥。你可爱吧？今年一岁。我和艾维拉结婚后啊，我们就搬去他家住了。我虽然现在还在文具店打工，但是我的事业还算不错。
艾薇拉，外面没人了，可以出来了。怎么办？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表示一下？先不要，我们到街上再决定。再决定？还是我来决定好了。什么事给你决定，就表示什么都决定不了。决定，那你什么时候才决定多赚点钱？我们这样子活不下去的，啊？对，你原本还可以依靠你的岳父，看你岳父现在已经死了，费南多，真的不懂我这个做老婆怎么还不去死？艾薇拉，对，你就尽量生气吧，因为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也只会生气。你想当什么技师、什么工程师？甚至什么议员，你跟每个女的讲的都是这一套，真的太蠢了，我干嘛要嫁给你？如果我知道你对我，如果我知道你不过是个被宠坏的妈宝，你那蠢老妈就只要顺着你。艾薇拉，你说我可以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妈。还不是你教我的，是你先说她坏话的、欸。是。你就是这么的任性跟没家教。任性？但我就这么一个坏习惯，就这么一个蛋你呢？早安。早安哦。Hello。早安。我们先走了。好。拜拜。我。都生了孩子，身材这么不错。我跟贝德罗认识了很久，结婚两年。他虽然有很多坏习惯，但是我还是很爱很爱他。可是我的家人们都不太喜欢贝德罗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搬出去住。可是外面的房子真的太贵了，我们都付不起。刚好费南多结婚之后，他搬去跟艾薇拉住，所以他的家就是空着的，我们就搬进去住了。Rosa， 你来干嘛？亲爱的，回来吃饭哦。嗯。吃饭，整天晚上都和别的女的喝到烂醉，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想回家。看看我帮你准备了什么。不要生气嘛，我的小猫咪。不要脸的东西，钱呢？各个饭钱呢？你以为没有钱我会帮你准备吃的吗？好了啦，亲爱的，你今天好凶哦，不要生气嘛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养家糊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呢、啊啊。你还敢讲这种话？每天都包死去。不要再吵了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喂，我他妈的随时都可以走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？早安啊，特里尼。早安。哇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。你听说过吗？女人就像葡萄酒一样，一年比一年更香哦。如果你以为我跟罗莎一样那么容易被你骗，那你就错了。不用这样子嘛，宝贝。那边还在帮你爸办丧事。你妈和你妹哭得死去活来的，你还在这里寻欢作乐，你不会不好意思吗？之后你妈和你妹要怎么生活啊？让他们缝缝补补累死吗？这些对于你来说都没差是吗？我看到你就恶心。你们女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啊？
除了要钱之外就是要钱，不然你们还会干嘛？然后你就只知道跟我妹要钱，我真看不起你。好吧，不用这样子嘛，我不会称赞你两句而已，有需要这样吗，宝贝？那你就把你的垃圾话给我收回去，不要让我看到你纠缠特林，你听到没有？怎么又是你啊，瓦诺？贝德罗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你要毁了他吗？你这个垃圾，我告诉你，你连帮你爸办丧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个人渣，我真的搞不清楚罗莎怎么会看上你耶！你这个垃圾，你怎么还不滚啊？哈！你妈个小王八蛋，你想打架是不是啊？啊！我从以前就想教训你一顿，想打架是不是？来啊！你来啊！过来啊！来啊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干架是不是啊？过来啊！不要吵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哥。跟你没关系，我们干涉你的事了吗？没有啊，你知道我那个女人我们干涉了吗？只要我照顾一个我不爱的人，不如让我来照顾贝德罗吧。罗莎，瓦诺，听见了没有？我贝德罗，你这个垃圾，你给我滚！你想怎么样嘛？你想打架是不是？来啊，奉陪到底啊！我不认得你啊，你过来啊！来啊，你又过来啊！你们快把我搞死了！对啊，我都是死好了，我都是死好了，是高利要那样啊！爸，不要抢！别管我。贝德罗，你为什么不干脆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住啊？啊！一定要待在这里，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更痛苦吗？爸，不要抢。不要这样，瓦诺，你给我回家去，不要跟那个垃圾再吵了。贝德罗，你给我滚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了。我他妈想走就走，不用你们管。我看你们这人已经不爽很久了。吵什么？吵什么？吵什么？不是里面刚死了人吗？贝德罗，你的畜生！你爸死的时候你跑去哪？现在在这里耍流氓啊！啊！妈说的对，特里尼，你不是要买东西吗？先过去吧，啊！胡安，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不要总是为了这群垃圾，把自己的身体搞坏啊！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垃圾？我早想扁你们所有人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想打你们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他妈通通很脏。你一群烂邻居，全都没有教养。你瓦诺，葬礼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妈。那你怎么没有去说一声啊？我现在去啊！啊，去去去！哎呦，胡安，回家了，走。我喜欢卡米拉，你知道是那种。很纯粹、很纯粹的喜欢，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每天早上知道你为什么要起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工作，到最后你会知道你为什么要死掉。她很漂亮，她的眼睛是咖啡色的，你知道，不是蓝色，也不是黑色，是咖啡色的。我爱她，但我一直没有跟她说。什么？什么不会？我跟卡米拉讲话的时候不会口急，好吗？哎，我都35岁了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卡米拉，
那个葬礼结束了。谢谢你，瓦诺，你人真的太好了。这没什么，你知道我自愿的。谢谢你，我知道。你是要去买东西吗？对。那你不用去了，刚刚特利你已经先过去了，你在家休息吧。哦，不过他好像忘记去了，他原本要来跟我拿篮子的。啊，卡米拉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想问，你们之后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就继续缝缝补补吧。但那样够吗？我不知道。卡米拉，我知道你爸的养老金虽然不算很多，但如果失去了的话，那还是一个非常非常……请你不要说了。对不起，我说让你难过的话了。不是的，卡米拉，我刚刚其实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……你人很好。你真的很好，你能为我们做的都做了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非常谢谢你的。但这都没什么啊，你知道我还可以为你做更多的。你已经做的够多了，我们会非常谢谢你的。卡米亚，等等，拜托。卡米拉，我爱你，你应该知道，从好久好久以前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我现在才跟你说，我真的是笨蛋。但我现在跟你说，是我不想看到你难过，我也不想看到你妈难过了。如果你可以跟我说我愿意的话，我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知道你可能不爱我，这我不意外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带给你幸福的。你什么都不想说是吗？我现在想保持单身。我知道，没关系的。你应该还在爱着另外一个人吧？不是的。所以这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？不是。啊，卡米拉，听着，我知道我只是个工人，没有什么文化，也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但这样或许很好啊，我就不会像某人一样这么让你失望了。你不要这样说他，瓦诺。与其做个少爷，还不如堂堂正正做个工人。我知道我还不够好，但我发誓，我会更努力，我会向上爬的。因为你在我身边，我做什么都有力量，都为你而做。我们会住在一起，我跟你，还有你妈，我们让她老人家的余生都很快乐，我们也会很幸福的。所以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你，答应我吧，卡米拉。你人真的太好了，卡米拉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你，当我的未婚妻吧。让我用这个名分来帮助你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你这是答应了吗？啊！天哪！谢谢你，我再也遇不到像你这么好的女人了。谢谢。你们在干嘛？妈，我在跟卡米拉讲
葬礼的事情，葬礼的事情，对。很会找借口嘛。哎，卡米拉，你拿着篮子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买东西。特丽尼不是去了吗？没有，他好像忘记了。他可能因为刚刚吵架的事情忘记了。篮子给我吧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回家吧。诺，你去好好陪他们，嗯。哎呦，还不上去在干什么？赶快上去啊！走啦。走吧。哎呦，特丽尼，你怎么没去买菜啊？我忘记带篮子了，所以才回来的。算了算了，我去买就行了。你呀，去好好陪陪你爸吧，现在只有你能够安慰他了。爸，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罗莎的事啊。啊，钱给我吧。走啦。啊，特丽尼，我跟你说，刚刚瓦诺他跟那个瓦诺怎么啦？没事啦，你先回去吧，等等见哦。爸，你要去哪？我去赫莲罗莎他们家。你怎么没去买东西啊？哦，妈刚刚去买了。啊。你有看到你妹怎么护着那个垃圾了吗？看到了。这样的女儿我都觉得丢脸。爸，你知道罗莎她不坏的。够了，你又知道什么啊？你不要给我提她，也不准去看她，也不准跟她说话。现在你妹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了，死了。她可能过得很好是吧？就算这样也跟我没关系了。爸。干嘛？昨天罗莎跟我说，她很难过，她让你生气了。再装就不像了。她是哭着跟我说的。女人的眼泪说流就流嘛，容易得很。所以她过得怎么样？很不好。那个不要脸的不赚钱，罗莎，他也不想要用那种方式来赚钱啊！我才不信，那个贱货，他就是个贱货，贱货。没有怕，罗莎他是有点轻浮，但不至于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他会和贝德罗在一起，是因为他以前爱他，现在也还爱。只是贝德罗常常叫他出去赚钱，还用要抛弃他来威胁。有时候还会动手。完全就是个垃圾嘛！罗莎不想被抛弃，但他也不想要出卖自己啊。爸，罗莎真的吃了很多苦。我们也吃了很多苦。你知道他只能用贝德罗偶尔给他的一点点钱来给他做饭吗？然后他自己吃的很少，他都不吃晚餐的。爸，你都没
注意到他现在瘦成什么样子了吗？没有，一眼就看得出来了。贝德罗还说他已经很丑了，所以几乎都不回家。如果可怜的罗莎不想被抛弃，将来只能上街去了。可怜，你不要说他可怜，他自找的。你为他感到难过了，是吗？爸，我是真的很难过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让你因为他难过，他跟我没有关系的。但你不一样，我不想看到你因为你妹这么难过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。好，听我说，因为咖啡和酒对老人家不太好，所以我慢慢的把一些钱存下来了。对我来说，你妹跟我没关系了。不过，如果这可以安慰到你的话，哎，你可以把钱给她。好的，爸。不，这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。拿去，如果你想就给他吧。爸，谢谢。但这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知道。啊，别让你妈发现。好。罗莎，姐，罗莎，很谢谢你现在还来找我。如果我已经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请你原谅。没事的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跟他那样护着他不好。罗莎，爸让我送钱来给你。什么？爸？你看，拿着，这些都是给你的。当然有可能了，罗莎，爸很爱你。你不要骗我，这些钱是不是你的？姐，我的，真的不是我的，是爸给我的，就刚刚他才拿给我的呢。而且啊，是他先说到你的，他说啊，咖啡和酒对老人家身体不太好，所以他就把这些钱存起来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就去一下卡米拉他们家嘛，好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不去。那你刚刚还想去？但刚刚是你不想去。可是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你懂吗？我懂。我懂，最好是不要去。好啊，那我就自己去。这就是你要的，对吧？你就是想要去找卡米拉。艾维拉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跟卡米拉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不要装了，你以为我都没注意到你看他的时候的那种眼神吗？胡说，
都是你在乱猜了。你以前爱他，你现在还是爱他。艾薇拉，你明知道我是真的爱你的。闭嘴！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你和我结婚就是为了我爸的钱。艾薇拉，但我比卡米娜好多了。好了，等一下给邻居听到了。听到就听到。艾薇拉，我跟你发誓，我跟卡米拉之间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的关系。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？开门。我们去意思意思一下嘛，不要再固执了。不去，我已经说了。抱下迪亚哥。也不准去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快点进去好不好？你先进。哦，哇！卡米拉，好巧哦！哦，我们家去你家呢。太谢谢你了。你们家发生这种事，真的很令人难过。我和我太太深感同情。谢谢。你妈在家吗？在，请进。我送晚弄回去，我马上回来。走吧，费南多。别担心，亲爱的。他在担心孩子饿了。他就是这样，总是为了家里的事操心。你在你家喂孩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当然不会。快看我的迪亚哥睡得多香啊，他等一下就会哭着要吃奶了。嗯，他真可爱，长得像他爸吗？对啦，他都说长得比较像我，像我我也是很开心啊。但还是像他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你觉得呢，瓦诺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小孩都长得一样。是吗？艾薇拉，你太夸张了啦！你可以说长得像你，也可以说长得像卡米拉，是吧？那你平常都说他长得比较像我啊？是，对。至少他是像家里的人，对吧？说像我就太夸张了。这样说太夸张了，是吧？贝南多，这种日子你还要拿我开玩笑吗？卡米拉，没事的，你可以想想开心的事情啊。谢谢你，瓦诺。不好意思，他今天比较敏感。卡米拉本来就很敏感了。那今天难过是有理由的，对吧？我们进去吧，费南多。听你的，亲爱的。我们走吧，亲爱的。老了，走不动了。哎，什么破公寓呀！可恶的房东早就该整修了。明明有空间，缺钱，没人要掏腰包的。哎，你看。现在都没人要跟我说话了，我干脆死了算了。唉，可是我还不想死，我只是想再和赫雷罗莎胡安聊聊天而已。可怜的赫雷罗莎，可
可能连骨头都不剩了。我也只是想让我孙女理理我而已。奶奶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现在蛋糕怎么都这么贵啊？还是我们再去别间看看呢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干嘛不自己开门？马洛琳会帮我们开啊。爸。嘿，儿子。妈。你在找什么？你们没有带什么回来吗？你看到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等一下会有吗？你想要什么？蛋糕。蛋糕，马罗琳，蛋糕很贵。可是今天是我的生日耶。我会给你惊喜，让你大吃一惊。对对对，让你大吃一惊哦！但我们不吃蛋糕。可是如果没有给我蛋糕，是要怎么给我惊喜嘛？你先进去，等下再说好不好？乖。我不要。喂，你要去哪里？不要给我出去玩哦。罗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来一下就要走了？我要去街上逛逛，在家真的快闷死。别担心，特丽尼，顺便帮你买东西啊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。好，我只是不想和妈待在一起，她不喜欢我。乱讲。就是自从贝德罗那件事情之后，她就……你们都分开那么久了，还有谁会记得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呢？大家都记得。就会一直想到但故意不谈。好啦，不要担心嘛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嘿，特丽尼。嗨，小帅哥。天哪，你竟然在抽烟，把烟丢掉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哦，那你几岁啦？12岁，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那我送你一个礼物好了。你要吗？你要送我什么？我给你钱，让你去买蛋糕。小朋友才要蛋糕。你不喜欢蛋糕吗？不喜欢。我想要你送我一盒烟。想太多，把烟丢掉。特丽尼，你喜欢我对不对？喜欢啊。那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哎，你拉我干嘛？你过来，我不想要给罗莎听到。为什么？我也很喜欢你啊，你不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你很老，而且很啰嗦。马洛琳，你过来。等我长大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又来了。你不要笑，回答我啦。小孩，你看不出来我已经老了吗？你没有。对对，还没有。但等你长大，我就是一个老太婆了。又没关系，因为我爱你。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特丽尼，可以请你嫁给我吗？孩子，别傻了，不要再乱讲话了。等等看我会买给你什么，看是蛋糕还是烟。拜，奶奶。朵拉，干嘛啦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门不要关这么大力，你没看到很旧了吗？等一下坏掉了怎么办？坏掉，那就换新的就好啦。新的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东西老了就知道换新的，老东西要好好保存，知道吗？那是因为你是老人，所以你才喜欢老东西呀。我是在教你珍惜老东西。好，奶奶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，所以你赶快进去了好不好？赶快进去。少来，别在这边跟我撒娇。好啦好啦，进去咯。手放开。好啦好啦， 你别忘了买蒜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拜拜。嗯，朵拉，迪亚哥，在这里不行，会被看到的啦。看到又不会怎么样。我要。你要干嘛？你不准走！我有话跟你说。不用麻烦了，迪亚哥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得知道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这两天一直躲着我。你快点解释，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不要再看了，没有人。迪亚哥，你先让我走好不好？下午我们约在上次的那个地方。好，但你得先跟我讲为什么一直躲着我。不要这样，迪亚哥。你不爱我了，是不是？你根本不爱我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？你想玩弄我的感情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。有，你一定是这样，不会让你得逞。迪亚哥，我爱你，但我们两个就是不可能啊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爸妈不同意我们两个交往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女生觉得对方不帅的时候，就只会说爸妈不同意这种很烂的借口。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发誓。那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，爸妈不同意又算什么？可是我已经被他们骂了，而且他们还打我。他们打你？真的，迪亚哥。他们跟我说，你跟你的父母都不好，放弃吧，我们两个就是不可能啊！我已经不想要再被骂了。你在干嘛？没干嘛。那就回家。我不要。我叫你回家，不要让我说第二次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想要干嘛就干嘛，你没有权利命令我。如果你没有这么屁的话，我可能会帮你过生日。你跟朵拉很戏剧化哦。我等一下就把你舌头给拔下来。很像电视里的小情侣。你爱我吗？我不爱你。你爱我吗？我不爱你。你爱我吗？我不爱你。大哥，你刚在楼梯下面干嘛？干你屁事啊！你在抽烟是不是？哈，爸知道你就完了。好啊，那我就把你的事情告诉爸妈。你以为爸妈会听你的吗？屁孩！你讲我的，我就讲你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把你跟朵拉的事情告诉爸妈。你给我下这个大嘴巴！爸，爸，而且那个烟头根本不是我的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
我刚刚看到朵拉跟迪亚哥在楼梯上亲亲哦，但是我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我在楼梯下，但是我就是有看到他们两个。进去，爸，我跟你发誓，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，爸。进去。你过来，爸，我真的没有跟朵拉接吻，所以你们没有亲，但刚刚在一起。对了，我跟你妈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跟她搞事情，是听不懂吗？我听得懂，你最好有听。可是爸，我真的没有跟朵拉接吻，进去，听到没有？我不想进去，你再说一次，我不想进去。你们那些莫名其妙的规定真的很烦，为什么我就是不能跟朵拉交往？你们凭什么限制我啊？我已经不是小孩，我是个男人。但不能是朵拉男人。我们不要在这里大吼大叫的。我到底跟你们那些恩恩怨怨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就是不能跟朵拉交往？永远别想。不准。为什么？你还小不懂。总之，他家和我们家永远不能有任何的关联。可是，你们不是还是有互相往来吗？我们只是打招呼而已。好。老实说，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我不是很在乎了。是你妈？当然不是我，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就算我同意，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。不是你现在在这边说这些，明明当初就是你不让他们交往的。老婆，我在教小孩。好会教哦，你给我进去。爸妈，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在演哪出，但是你们必须明白，没有朵拉，我真的会活不下去。是你要了解我们，好吧？我全部告诉你吧。你什么都不用告诉他，进去。我真的不懂你们，我真的不懂你们。再也不要帮贝德罗煮饭了。你还会再遇到他吗？嗯，很多次。以前是他不理我，一直躲我，然后我像个白痴一样到处找他。现在刚好相反。他还会来找你？嗯，现在他来找我，我都直接无视他。就应该这样。渣男，玩弄我这么多年。现在我不是年轻妹妹了，他就抛弃我。他应该也很老了吧？很老，超老，因为他还是一直喝酒熬夜。这到底是什么坏习惯啊？还好我跟他没小孩，不然这小孩一定出问题。真的。特丽尼，我其实是想要小孩的，我好希望他不是这种人，而且想要有一个长得像他的儿子。现实就不是如此啊，但起码应该有一个小孩。就算我不爱贝德罗了，有个小孩，我觉得生活就会充实一点啊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应该也会很忙吧。还好你没有结婚，上帝是很公平的。女人啊，到最后都是一样。公平吗？你想要你的生活，
所以我奉献我的一生照顾家人。我这辈子只认识这栋公寓里的男人。不过，我们现在还不都一样，真公平啊！好了好了，回家了。天哪，你怎么会看上那个迪亚哥？迪亚哥跟他老爸一样，就是个废。对。想当年呢，我跟他老爸费南多就在那儿抽烟，那个老家伙一把烟点上就开始讲些有的没的东西，然后一个都实现不了。迪亚哥跟他老爸一样，既蠢呢。还是个懒鬼，所以不要让我看到你跟那个迪亚哥交往，懂了吗？懂了。小老板，很累吗？有一点。再坚持一下啦，开门吧。胸口又痛了吗？哎，什么烂心脏啊！我们要不要去找其他医生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我不想。你太固执了，说不定其他医生可以治好你。不用，这个治不好。那是因为上了年纪又整天都闷闷不乐的才会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应该至少试一下啊。不用，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就好。你什么时候能听我的话？可能永远都没办法吧。但是你对我也很重要啊。如果你根本不爱我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我没有不爱你，是你自己一直要这样子闹。好，听着，卡米拉，我只是想让你忘掉那个人，我想要我的爱有更多的回报啊。你只是想要我更感谢你而已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卡米拉。你们不进来吗？马上。马上。好点了吗？费南多，干嘛？我有事情找你。我有急事。一分钟就好。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谈你儿子。大的小的？大的。你又想说什么？叫他不要来骚扰我女儿，懂了吗？好像是我叫他去的一样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是吗？废话，你当我瞎了？那你一定很爽是吗？啊，你一定很爽，你看着你那个狗屁儿子跟你一样，你一定爽翻了对吧？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，再见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件事情解决了。你儿子？对，我儿子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他喜欢朵拉是因为朵拉对他好，也是你女儿勾引我家儿子的，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跟你们说，你还是管好你女儿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如果我发现朵拉勾引你们家迪亚哥的话，哦，我会打断他的腿，因为我知道迪亚哥跟你一样既蠢还是个懒鬼。你说我懒？对呀，我说的。哦，你那些宏伟的人生计划呢？啊，有没有一个被实现的？每天只会在那边我求不起别人，结果呢，还不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，全部住在这个破楼梯上啊！对啊，就跟你一样，还有你那什么烂工会啊！不是说要团结吗？原来都把我们团结在这里了。你
年纪不会为。费南多，你这个废物，又懒又废。你不要插嘴的。我要，我早就想讲了，一辈子都这样，对大事小事都是。每次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都消失不见。你给我进去！我不要进去。你儿子跟你一样，又废又懒惰又爱说谎，永远别想跟我女儿结婚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想太多了，好了，我会阻止他做这种蠢事的。啊，蠢事是吧？朵拉跟迪亚哥在一起才是蠢事嘞。哇，你这做老爸的偏见可以那么重，我也是佩服啊。只不过她是你女儿，就像你妹罗莎。你要再提罗莎，我就把你就把我从楼梯上丢下去，对吧？你根本做不到，你他妈只会打嘴炮而已啊。你干嘛跟这个没品的说话？去做你的事啦。没资格说他哦，我没有在跟你说话哦。你应该要感到抱歉，现在会这样全都是你的错。我？对，要不是你到处勾引又处处讨好，才不会这个样子。你又多好了，至少是光明正大的，不像你只会私底下偷偷勾引。但你们根本就不适合啊。现在到底在说什么啦？所以你觉得是我把他抢走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巴不得把他送给你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这很丢脸呢。是你自己不懂得怎么留住别人，不懂得对别人好，也不对你自己好。哎，回来。那你对人好的还正是时候。好了，直接把人给抢走了。你没资格说我。你跟你家人都不正常，好呢，帕卡，一辈子只会在背后批评别人，还宠坏自己的小孩哈。你也一样啦，宠到你妹罗莎那个样子。特利尼呢，就是没有人要老处女啊。还有罗莎，就是一个。我婊子，你他妈才是！等等，哎呦，好可怜哦，好不容易才抢到的，但是他呢，却跟贝德罗一样没水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连贝德都不如一个懦夫。我干嘛没有打爆你的头，就是因为，是因为你不敢。如果我发现朵拉跟迪亚哥在一起的话，我就打爆你的头。对，证明我孙女的清白。回家了。没什么。进去。没什么。朵拉。迪亚哥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没事的，不要被那些人吓到了。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啊。他们都老了，老人就是笨，他们根本没办法理解。我一定会反抗到底，为了我们两个。朵拉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们的爱啊。我没办法。
你可以的，我求你了。我们比父母更强，他们是被生活打败的。他们30年来都在这个楼梯上上下下，一天比一天更无聊又小气。但我们年轻人是不会被这种环境打败的，不会。只要我们互相依靠，你帮助我向上爬，我们一定能离开这里呀，离开这个穷酸的地方。你也懂得对吧？懂的话你就对我说，说你爱我。迪亚哥，我爱你。朵拉，朵拉，我还要为你工作，我有好多计划，我们一定会一起离开这里，离开我爸妈。我根本就不爱他们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朵拉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这里的，跟我走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充满怨恨和无知的贫民窟吧。可是迪亚哥，朵拉，这里根本是原始人洞穴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，我就要开始做大事。首先我要做一个小工头，这很简单，过几年后我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技师，赚很多钱，所有的建筑公司都要抢着雇用我。再来，我们就已经结婚了，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家庭，可以一起离开这里。朵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迪亚哥。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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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朵拉，我还要成为一个工程师，全国最好的工程师，而你就会是全国最好工程师的老婆了。迪亚哥，我真的太幸福Test. Hi. 测试测试。Hello. 1234567890. 1212. Under 12. Hell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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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。Yo. 我好了。
弃掉了。好，快点，我们继续，我要赶快开空气清净机。不是，是我要讲吗？什么意义？是谁？谁在雷？啊！我问一下，你们听得到我妈现在在哪里吗？来吧，来吧，大家。我的镜头歪掉了。剧场可以这样吗？剧场有再来一次吗？我一直开着，现在里面有我的 NG 花絮哦。好，好，那我就不卡掉，到时候他剪就会素材很长。这个 Karen。